的那个凳子上都震，被它震动，那个头磕的真响，我都怕它磕出脑震荡来了。忏悔，忏悔，他要忏悔，向所有的曾经被他伤害过的人忏悔。他那个时候他真的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啊！我也说嘛，我们的五欲都跟吸毒是一样的。有些人习气不一样嘛，有人贪的东西不一样。但你这个贪习到一定的时候，你就控制不了自己，一定会干坏事的。那干坏事的人其实都是因为他的那个业习太重了，就是啊，就变成恶了嘛。他自己也控制不了，他谁也不愿意做坏事。如果有福报，谁愿意去做坏事？啊？他不能够满足他的欲望，他又没有福报，他只能去干伤害别人的事情来满足自己的欲望。要偷和抢，是吧？甚至把人家杀掉，然后把别人的东西抢过来自己用，那只能是这样啊。所以说你说怎么办，这样的人很可怜啊。那我们这个社会对这样的人是有责任的呀。他的贪欲太重，他又没有福报，他又 哪有的懒，懒也是一种没福报的表现。他不愿意劳动，不愿意去付出，只想索取，极度自私，就变成这样了。就是我们所谓的说的坏人，其实他坏吗？是吧？我们跟他是一样的呀，我们也有贪欲啊，是吧？他也不过只是有贪欲炽盛而已嘛。所以世界上没有坏人。一个坏人都没有，只有可怜的人，真的，他都是被自己的业逼得没有办法了，自己控制不住了。他那个业力不是他由他自己能够掌握控制得住的，就像那个法律上对这个精神病还是比较宽容的，是吧？精神病杀人都没事啊。但是呢，我们认为一个普通人呢，就是认为杀了人就要判死刑，其实也是一样的。他那个杀人的时候，他就跟精神病是一样的呀。他那个发作起来，只不过他杀完人呢，他就会后悔啊，或者他就恢复了，好像正常了。其实所有的精神病都是一种自我保护，他潜意识里疯了。但是呢，我观察到的所有的精神病发作是一种自我保护。我观察出这样，他潜意识里的，这是一种内心深处的一种自我保护，让自己不清楚了，那么大家呢也就怜悯他了，可怜他了，他事实上是一种自我保护啊。出现一个这样的机制，进入那个状态，让他不要再造业了啊，大家也都原谅他了。那世界上所谓的坏人呢，只不过是比我们的贪欲啊习气重一点而已，是吧？嗔恨心重一点，或者贪欲重一点，那我们就认为他是坏蛋，是吧？该死，因为他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嘛，啊，那我们就认为他该死，该杀。佛菩萨看众生不是这么看的哈，佛菩萨看众生都一样。你们不过是没那个因缘。